哦，对了，那也就是如果方便的话，请肖战吃火锅吧。哦，对对对，他们您知道吗？没问题，您知道吗？他们现在给您投了100万票，您真的两天半吧，投到了300万。他们没投之前的话，早也是前五。姐，咱们进不了，咱绝对是没有水，咱绝对是前五。攒了好多光点。咱们第三、第四。嗯，我知道。太厉害了，一定不是进不了前七的。我也想请他吃那个火锅，他不能出来。对，我就是说，我就替小飞侠带一句话。对对，我只能把他请家去了。我们也可以投的。是我们没把这些话。